三不五时有 iPhone 用户在我们苹果社团反映，就是突然电池符号、WiFi 符号会在萤幕中间放得很大，或是定位符号。其实这是因为你开启了辅助使用的文字放大功能，就是你到设定，然后辅助使用显示文字与文字大小，因为你开启了放大文字功能，当你把字体调大到某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点击萤幕上方的这些状态列图示，它就会自动放大，让你看清楚现在目前开启的是什么功能。哦，你只要把文字调小的话，就不会显示了。哦，是在这个放大文字功能，你可以把它关闭也可以。那你这样点击它就不会放大了。